始。先做三次蹲跳和十次高抬腿。Dreimal Quad Jump。So the team on high knees.向下转起时，你要收紧你的腹部。在这个练习中，你始终保持你的全身紧张。非常好，下面一个动作是俯身式的 center 说 elbow jump。Thank you.
双腿始终保持垂直与地面。还有15秒。下面一个动作，俯卧撑第一个式子 ，Close the eye margin on the face， knees on the elbow， 俯卧撑。一左一右，你的膝盖去碰你的肘关节，这样用很好用到我们的侧身腹肌。
一个动作，对角式的仰卧起坐。肩舒展，改正。三、二、一，现在开始。下面一个动作是一次立的式子加上 knee to elbow 的俯卧撑，开始一个俯卧撑加上膝盖碰肘关节，一左一右，然后紧贴俯卧撑，动作要变得连贯，不要有抛着。It's gone so hard. Aber hard in the doors. Viel Spaß. Ciao.